还是一起哼。好，谢谢黄教练，谢谢林校长，谢谢松山高中。下 ，Let's go。好，最后一次加油。谢谢，谢谢。对我们来讲，我们一开始我上去光复的时候，大家都说光复是一个篮球沙漠，篮球是一个篮球沙漠，没有办法培养。甚至有些学校还跟我讲说，我们应该组女篮，不是组男篮。对，但是光复高中就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成长。我相信我们是这几年成长最快的球队。那今年这座冠军也值得，终于让新竹人感到骄傲。因为以前的 HBO 在新竹可能回响度不大，但是我相信今年开始，包含新竹的孩子，因为光复高中今年的夺冠，对篮球的热情，还有新竹人对这支球队的支持，我觉得都会有不一样的开始。包含新竹企业对我们的支持，对啊对啊对啊，光复高中这次的冠军，我相信一定给很多新竹人更多的力量。对，那今年很开心，就是有我降霜，然后又晋升，甚至明雪一直鼓励他要坚持下去。这个素人的中锋在最后面表现的就是这么的可爱。对，那我觉得来年后年我们光复高中大家可能要小心了。对，要宣誓3年霸的意思。有些事情我们还是低调一点，低调一点。对对对，毕竟他刚才拿了一座。对，觉得刚教授说他最后那个战术，他自己偷了一个新的战术。我们就是那个东西一直在走嘛，对，然后看他们怎么变化嘛。但是告诉他说，第一个点，反正最后一个点就是陈教授，就是一定这个球一定是给陈教授，对，那个球一定是给陈教授，就是那他们那个战术就是那个最后一个位置就是接球的位置就是陈教授，不管怎么变化嘛。那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最后的11秒暂停的时候都有跟他们讲，那陈教授当然是一个懂变化的人嘛，看大家。另外，对对，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说，他就是有这个能力，对，什么15分，太小看他了吧？我觉得这场球赛，谢明俊要再加油，他有点这场球赛有点被吓到了，对。但是我们还是对这小子感到有期待，然后包含明年的郑明权，对，然后。甚至我们今年高一 F 四，对，这样子。我感觉你没有很激动。你用了一票可以绝杀对手的球员。有一票，哇塞！是不是？我只感觉到我很幸运。我真的只感觉到我很幸运。我觉得今天的另外一个功劳，就是冯承恩。我们今天要冯承恩去死守。我会送信号。对，为什么？因为冯承恩最流行送信号。他们3年的同学，我跟同生讲，今天就是你了。大家其实对我这次做这个决定，其实有点意外。对，但是冯承恩在这3年来，其实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他真的是未来真的可以去探讨的一个孩子。就是193又有很好的活动力，然后他也愿意做防守。对，那其实光他今天是把宋现在守成这个样子，是谁得15分不知道吗？